我是今日的主持人、秘书长林志兴。各位乡亲、各位同事、各位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哎，真有关系呢。2011年，台湾民政府忘年会忘年会开始，咱要请今日的主持人，台湾民政府的总理就位。咱开始这个演奏三条的国歌，第一首是咱台湾的国歌，但是因为台湾无国歌，先用这块土地是咱的来代表，请大家人起立，面向台湾民政府的旗，演奏台湾代替国歌。日本国歌。演奏占领者美国的国歌。
演奏结束，请各位就座，请咱总理报告。林志兴博士，台湾民政府的各位长官，同心，甲咱尊贵的 guest 的贵宾啊，大家早安，大家好。根据历史的记载，五万年前。就人类在咱的台湾这块宝岛从事活动，在这生活。考古学家讲，一万两千五百年，就阿美族在花莲迄个所在在生活。四百年来，台湾人、本土台湾人、高山族，或者是台埔族。拢伫即块土地生活、生产，但是六十多年来，咱互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占领，伊甲咱骗讲台湾共和国，骗讲咱本土台湾人拢是中国人，一夜之间违反着国际法、国际法，甲咱所有的咱的前辈甲咱。拢变作中华民国的人，这是历史的错误，嘛是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被剥削、被压迫、悲惨生活的开始。六十多年来，伫军事占领的代理者蒋介石集团的压迫之下，咱好不容易啊，伫最近这几年，经过咱秘书长的领导。何瑞元，咱何顾问的斗三工，咱终于啊，行出一条台湾的一线曙光啊，一线的光明来。展望前途，咱来回顾过去，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是非常困难。对1999年开始咧做这个研究，到2004年。终于发现讲，完全唔对去啊！完全去予美国政客、甲中国政客来耍弄啊，把咱糊弄啊。然后伫2004年的冬天啊，咱秘书长参何瑞元顾问两个合作，发扬光大，将这个法理论述啊，来具体来写真清楚。在2006年开始，咱秘书长勇敢站出来，召集228个咱的台湾的精英，共同去告美国政府，对地方政府、地方法院、甲国立法院判决的主文讲，台湾人无国籍啊，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啊 ，The inhabitant of Taiwan， 就对表示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第二点是讲，本土台湾人无国际共同承认的政府啊。第三点讲，伫中国甲美国50多年来的混乱斗争中间啊，含本土台湾人以政治联合之中啊。最后讲，所有美国的联邦政府行政单位啊，有义务帮助反共。就是咱本土台湾人的代表林志兴博士，甲228人啊，达成伊的目标，得到人权的保障甲保护啊，有一个国籍。最高法院嘛讲美国政府从今以后要根据法律规章、旧金山合约、国际公法、战争法、军事占领法来执行伊应该做的工作啊。所以啊，
咱会使讲，虽然民政府伫电影内底是伫后边开始，但是因为论述正确、策略正确、方法完全对，所以得到美国甲日本非常的肯定，甲这个支持。咱今日伫这个所在举行一个无人会忘年会，是日本的一款习惯，来检讨过去所作所为，然后来策略咱未来要做啥物。今日节目真丰富，那因为我简单先介绍这个所在，先甲大家说一个多谢，大家过一个年，然后咱坐落去由咱国州州长来做报告，最后我再来报告这边去日本靖国神社甲参拜以及去甲天皇祝寿的过程。安尼，我讲到这个所在就好。多谢各位参与，多谢各位，谢谢，谢谢。感谢蔡总理的一段话。再来是第一个，咱要来请咱台湾民政府的副主席、陈副主席陈兆明，陈副主席，请。咱今日咱的林秘书长，也是林副司，啊，咱的蔡总理，以及咱的何总统，啊，咱台湾民政府咱遮的长官，啊，以及咱大家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今日我非常欢喜，啊，抱到无比的这个兴奋，啊，甲满满的这个期待。啊，咱大家拢知影，咱台湾民政府为伫咱2008年啊2月7日来成立。啊，经过3年外来，咱大家同心的打拼和努力，啊，今日才有这个成果。啊，咱大家来拢接到通知，讲也是咱要领到咱台湾人400多年来头一摆第一张。所以咱家己的这个身份证，啊，这个是不是大家足欢喜的？欢喜啊！所以咧，我讲今日咱得爱感谢咱美国的这个帮忙，啊，甲咱林秘书长、何总督。以及咱张院长啊，咱的蔡总裁吼、哦、总理，甲咱的这个主席吼、哦，曾主席，还有蔡副主席啊，潘副主席，以及咱这个国州的这个州长、政客的这个领导啊，要更重要的，咱爱感谢。咱在座各位同心，那无恁都无这个台湾民政府。啊，其他是，我一只期待咱台湾啊会当早一日会当这个国家正常化。啊，我愿意甲大家三个来拍拼。你讲好唔好？好。啊，一只啊，我简单几句。啊嘛，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各位，谢谢大家。感谢陈副主席。不过，咱要请咱的原住民代表的潘副主席潘良华致辞。
各位乡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今仔真欢喜吼，看到咱侪侪兄弟姊妹，大家来参与这个忘年会吼。我简单来报告，即届咱去日本吼，这个去靖国神社去祭拜，啊，甲去甲天皇祝寿，这个祝寿，我感觉真荣幸，就是讲咱有侪侪。到尾150个人，咱秘书长号称讲，这个航空母舰，这个来到日本，咱的母国，咱是咧创造历史。我参与伫中间，我看一个咱这兄弟姊妹，拢与有荣焉。那么，我伫1990年第一开去日本参加华语日博览会，我就讲，咱的日本母国太遮进步。啊！咱台湾迄个中华民国馆，佮号称讲是战胜国，哪会遐尼落伍？空气污染，吼、哦、啊！侪侪这个建设拢输日本输足多。日本迄阵个地下铁啦，吼、哦，伊个这个新干线就拢几啊条咧走啊。那么咱好不容易，咱个第一条高速铁路，较伫阿扁个时代较做起来，咱已经输咱美国输差不多30年以上啊。所以我即届阁去，哦，即、这个咱东京1200几万的人口，遐一种的所在，空气既然比咱台湾阁较好，你翕相的时，迄、那个景深会当拖到足远，哦，即、这个袂讲像咱遮差不多500公尺以后就拢雾去啊。所以咱的母国有足多所在，值得咱台湾人来学习。啊，真荣幸就是讲。咱去靖国神社祭拜咱的台湾英灵的时，一般的日本人，因是敢若到前殿，行一个礼，拍两个扑克，就挖一顿去啊，安就算结束啊。咱是迄个车入去到中殿，咱的主席伫遐读祭文，啊，甲咱的这个和尚甲尼姑啊，伫遐祭拜糖啊，甲读用日语读祭文。这也让日本人真感动，而且咱的原住民伫遐跳这个战舞，这也是因第一届看到。而且咱都入去到上内底内殿，去遐甲祭拜，祭拜咱这个39000的英灵，这是破天荒第一届，这是咱秘书长甲咱的主席啊，一个咱这同心。大家甲日本的朋友替咱安排遮好的一个庆典吼，而且咱去见天皇的时，一般的日本人因是整一个暗道，大岁代伫遐咧占位啊，要拜要抢头香。那么咱民政府的这个住宿团，咱是游览车直接载到上头前。予咱落车，啊，行去这个检验区吼，来检查咱的安全就对了。咱是排伫上头前。那么这两队，咱台湾民政府的队伍，含日本的民众，做一届启动的时，因为咱阵容庞大，所以队伍较拖着。啊，若无咱是绝对行上头前。结果我咱行到天龙的头迄、那个。要进阵的头前的时，我甲算算的，我头前了搁十几排日本人尔，都来就得咱啊。所以咱的旗啊，咱的民政府旗啊，伫遐飘扬，这也予日本政府、日本天皇甲皇后，因第一届伫接近的距离，咱堪伊伫遐三角见面，看到咱民政府旗啊伫遐飘扬，这真正是破纪录的，哦，这是咱大家侪侪拍拼的结果。尤其要感谢秘书长甲咱的这个总理啊，谢谢这个和咱的主席今仔日安排。哦，那么日本的母国有太侪咱的学习的，哦，啊，咱大家继续努力，继续拍拼，感谢大家，谢谢。感谢潘副主席，各位，咱要来请咱的参议院议长张文彦张教授。
大家同心，大家高赞。今天是我很欢喜，看到咱的会场啊，拢坐满啦。有的透早两三点就赶车来到咱啊的总部。啊，我伫遮，我要感谢咱的志工的义工的团队啊。今日来足早就来遮规划，予咱今日这个会场啊会遐啊方便，啊我遐有这个次序，啊我伫遮啊，甲咱义工的团队啊感谢啊一直讲。啊，咱这个忘年会。咱要想着讲，咱一年来，咱的感想。